眼前这个男人一脸懵逼的穿越到怪物世界。嗯，这是哪里？突然脑海中的记忆潮水般涌来，帮他迅速理清了现状。我竟然穿越到了一个高武世界，眼下身处这里是要参加一场校级指点赛。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冬心，你这次比赛的对手是我男朋友，你不是他的对手，快点弃权，听到没有？柳如烟，我前身的青梅竹马，这位沈莲平日里不但经常贬低前身，抬高自己，还喜欢进行各种洗脑教育，简而言之是位高武版的 PUA 高手。我在跟你说话呢，你这表情什么意思？王仁他是校队的替补，我到修为一阶五重，你一个前两天刚进入一阶三重的，拿什么跟他打？我让你弃权是为了你好，明白吗？嗯，然后呢？所以你赶快弃权啊！不是这家伙今天怎么回事？平时都是对我百依百顺的，今天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傻逼玩意。丁，检测到您对暗恋十余年的青梅竹马恶语相向，恶行值加500，恶行系统加载完成。高武世界强者就是要狠狠羞辱弱者，做出系统认可的恶行即可获得相应恶行值。当前武技流水拳法大成 78% 破云枪法入门 36% 当前恶行值500，可将恶行值注入相关词条提升相应进度评语，您的恶名几乎无人知晓。你刚刚说什么？傻逼，反了你了，东心！我告诉你，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磨蹭，快点把参战牌给我，不然小心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哼！一个破鞋也想替我裁定胜负？你脑子里面装的是答辩吗？你敢骂我？骂的就是你这个沙波音！好，我一定让我男友打趴你的。要去看脑科了吗？路上注意安全哈。指点赛第五场，五科高三九班东心 VS 校队王仁。听到广播后，请对战双方迅速登台。系统我搜哈。丁，消耗100点恶行值，一阶武技流水拳法已提升至圆满。消耗800点恶行值，二阶武技破云枪法已提升至圆满。丁，您辛苦修行两门武技，武道等级突破至一阶五重，剩余恶行值100。呜呼，第五场要开打了，怎么说，本来以为能学点东西，结果前四场全是校队的秒杀对面，这我学急帽啊。别着急啊，这场是校队替补打普通学员，我觉得多少能僵持一回。你想多了老铁，校队替补一样比普通学员猛得多，我赌这个东星一分钟之内被打败。我觉得不然，那个王人不过是一阶五重的实力，而我哥们东星足有一阶三重的水平，就算有差距也不是很大。你的意思是我赌两分钟？爷儿跟我发消息说你死活不愿意弃权，看来是真的。婊子配狗真是天长地久啊。很好，嘴硬的小子，原本还打算给你放点水，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今天你身上别想有一块好肉。比赛开始。开什么玩笑，校队的被一枪秒了，普通五科生里还有这样的怪物？这么牛波一你早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玩隐藏实力那一套。流水拳东西等下我认。你要认真了是吧？那我也认真了，流水拳法。当众碾压一位同级武者，恶行值加200；当众羞辱被击溃的敌对武者，恶行值加500。检测到王仁的自信心崩塌，恶行值加1000。恭喜解锁修为加点入。东西上。卧槽，什么情况？离谱了，校队的被直接秒了。妈的，给我看跪了，那一枪简直快到不讲道理啊！普通学生，这特喵是普通学生。王仁输了，这怎么可能啊？东心，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哎，我是谁？我在哪？李校长，这个叫东心的学员是个好苗子啊。确实他的气血强度和王仁在伯仲之间，应该同为一阶五重，可武技方面就厉害了。他施展的两门武技虽然品阶不高，但全都透露着一股圆满之意。以他的年龄居然能把两门低阶武技练到圆满，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悟性了。这孩子私底下肯定进行了相当刻苦的训练啊。小杨，这是你们九班的好苗子啊，我看他完全有进校队的资格啊，怎么没见你网上报？李校长，两周前的气血测试，东心他还是一阶三重的等级，我也没想到他进步这么快。
是吗？我回去之后会查查看的。李校长，既然这个东星打赢了王仁，那不如我把王仁的校队替补名额让给他如何？再过半个月便是全省的高校交流赛了，到时候参赛的优秀学生越多，咱们临海一中的名次就能更好啊。好，就这么定了。另一边，东星自然不知道学校高层对他态度的改变，他拿完自己的那份灵药补贴便径直离开学校，打车回家了，并研究起了自己的金手指。恶名等级一，您的恶名几乎无人知晓，祝恶名升级将获得丰厚的奖励，当前恶行值1800。果然梭哈是一种智慧，仅仅耗费了900点恶行值就把两门武技升级到了圆满，不仅没有丝毫的不适，施展起来如臂使指，只要做出让系统认可的恶行，就能用获得的恶行值升级武学，提升等级，打一个王人就加了接近2000点恶行值，这玩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吗？这让那些有圣母心的怎么活？这次系统好像还新增了一项功能，修为等级加点路径已开启，当前等级一阶五重 2% 可升级。系统加点，丁，消耗100点恶行值开始提升修为，为检测到外物辅助，您的修行速度和平时里一样慢如蜗牛，诗人握持正在修行中，修行结束，当前等级一阶五重 50%。 评语，由于没有任何修行增益，此次收益仅和您半年的苦修相当，祝相同的点数消耗产生的收益会因为外在因素而出现变化。收益会因为外界因素而改变，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增益是吧？好办。于是东星拿起学校补贴的灵药，直接一口闷了，突然一股气息爆发了出来。丁，消耗1000点恶行值开始提升修为，检测到一阶高级资源素体灵药，您的修行速度增长 20%， 终于像是个正常人了，正在加速修行中，修行结束，气血即大幅度提升，当前等级一阶八重 90%。 评语，灵药对您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次收益和您八年的苦修相当。这升级真跟坐火箭一样，距离一阶九重也只有一步之遥，手上还剩700点乐行值，还算充裕，明日去学校的藏书阁挑些新的武器提升一下武器的配置吧，目前只掌握一门拳法，外加一门枪法的话实在是有些单薄。刚穿过来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东心直接倒头就睡了过去。第二日清晨，东心来到学校，前面突然冲出一人。东哥，你终于来了，咋了？有事找我？不是我，是杨老师找你。先不说这个，你昨天也太牛逼了吧，都给我看傻了，打赢了校队的成员，是不是很激动？嗯，还行吧，走吧，先去找杨老师。这家伙怎么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打赢一只蚂蚁都要在我面前炫耀个两分半呢。你来了呀，今天找你来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在看完你昨天的比赛后，李校长打算特批你取代王仁，成为校队的替补。那有什么好处吗？当然，不但会有专属的修行室，平时还可以自己安排训练计划。也就是说，课程表上的课你今后就可以不用上，但相对的，要参加校队安排的训练计划。另外，藏书阁的三楼也可以上去翻阅了，每个月还有额外的灵药补贴等等。听上去还不错哈，那就这么定了。这是校队成员的特殊腰牌，也是很多地方的门禁卡。另外，你取代了王仁的名额，校队里跟他关系好的成员估计会对你有些意见，特别是那个柳如烟的小姑娘，她好像对你意见很大。听说你要进校队的时候，她极力反对，你日后见到她可以绕着赶走，毕竟她现在已经达到一阶七重了。好的，我知道了。那你去挑一间喜欢的训练室吧。怎么你进校队了呀？东哥真的要崛起了，今后麻烦你照顾小弟我。东星，你小子终于来了。柳如烟同学，东哥是来熟悉环境的，你是来帮忙带路的吧？带路？熟悉环境？他熟悉个屁！昨天骂我的事和打我男朋友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用见不得人的手段赢了我男朋友，你以为很光荣，还抢走我男朋友的替补名额。方明，我劝你最好走开，否则我连你一起走。怎么想打我？你一个一阶四重是怎么敢的？东西你也就会躲在别人后面了，像你这种人就该全家嘎掉。兄弟，你不是他对手，我来。东心，我告诉你，东心，我告诉你，你最好东心，我错了，不要打我。检测到您一拳重伤暗恋十年的青梅竹马，恶行值加2000。这怎么可能？柳如烟可是一阶七重实力，直接一拳秒了。东哥到底还隐藏了多少实力？检测到柳如烟的恐惧值达到最大，恶行值加1000，当前恶行值3700点。下次再敢提起我家人，我不介意让你粉身碎骨。方明，我们走吧。
位东哥等等我呀。好一个东心，竟然敢打我，你给我等着。难怪杨老师一脸期待的观察我的反应，原来是这么给力的修行师，真是一应俱全。东哥，话说回来，那个柳如烟怎么办？嘎不了，不用管，我只是让其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几经算人死了。东哥，你到底是怎么了？甚至我已经怀疑你不是东哥了。什么怎么了？就是为什么突然就不惯着柳如烟了？我为什么要惯着他？他指着鼻子骂人，就差把快点打我两个字写在脸上了，我当然要满足他啊。可是你以前算了，东哥你现在是什么修为了？前一天还是一阶三重，第二天就能一拳秒杀校队的正式成员，一阶八重巅峰。什么？不是，哥们，感情您老先前一直在隐藏实力啊，早点展露实力，咱们学校早就把您当祖宗一样供起来了。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毕竟上面还有江学姐这样的怪物。哎，算了算了，我是小丑，您老先休息吧，我先走了。记得把门带上哈。力量测试吗？试试看。645公斤，这么高，事不宜迟，开始新一轮的加点吧。丁，消耗1000点恶行值，开始提升修为，检测到 C 级灵气聚拢阵法，您的修行速度增长 10%， 正在加速修行中，修行结束，气血已大幅提升，当前等级一阶巅峰圆满。评语：阵法的增益时效作用显著，此次收益和您7年的苦修相当。没想到这阵法还有增益，效果也只比灵药差一点，可灵药难得，这阵法却是常驻的，难怪校队的实力远比正常五科生要强，这就是资源和天赋的双重碾压。简单的调整了一下呼吸后，东星再次测试权力，这次竟然高达885公斤，而东星不知道这次力量已经上传到校队权力榜，并且排在了第二名。老刘，我有事就说，如果是关于你的那个替补名额的话就不用说了，这事是那个李校长的意思，我也没办法。那我的名额就这么给那个东心了。你还有别的办法？省省吧，你的替补名额是肯定保不住了。看在你以前表现不错的份上，我让那个东心过来给你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行了，你不是都让柳如烟去教训那小子了吗？你当我不知道？还专门支开训练楼的人，一看就是要下狠手。那小子估计得被柳如烟打的10天半个月都下不了床吧？我都已经装不知情了，你还想怎么样？好吧，我知道了。那我现在打电话给他，让他过来给你道歉，就怕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谁呀？这是？打扰我，庄十三。你好，哪位？你就是东心吧？我是刘洋的，你叫我老刘就行。我找你有点事。不认识，没空。他挂我电话，可能是我打开方式不对，我再打过去看看。谁呀？有完没完？东心，我是校队的副队长，我找你有事。说吧。你昨天比赛做得太过火了，还抢了王仁的名额，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所以呢，你要我怎么办？我想让你来给他道个歉，这件事就算结束了。我知道了。这小子还挺识趣。那你稍后去找一下指导老师，跟他说你因为自身的原因自愿退出校队，我们很快就要参加交流赛，你这个时候入队会破坏。我知道，杀鸟玩意。你说什么？我说你是杀不一，并且怀疑整个校队都是你这样的杀不一。好好好，此头我也见得多了，你这样的还真是第一次见，有本事你就岂有此理，你一个连武道天赋都没有的东西，未免也太狂了，我一定会让你粉身碎骨。看了这么多武器功法，都感觉不太适合。二阶武技冰山拳，100000寒下币。二阶武技蛇形身法，120000寒下币。地级呼吸法灼炎之息，200000寒下币。一个小小的地级功法就需要200000了，只能先随便挑几本过渡一下了。拳。在挑武技吗？你是？于浅浅，我也是校队的。有看过你昨天的比赛，你叫东心，一阶五重的实力，对吧？我是在挑武器，你有事？感觉你好像对这里的武器不满，看你一直皱着眉头。是啊，品质都太差了。虽然这里没有完整的真品武器，但残本还是有一些的，你有兴趣吗？有、yeah. 那你等一下，我帮你去找找。嗯，这个是真品二阶武器，天罡和虚术的残卷，100000寒下币，怎么样，买来看看。我到底在搞什么？这东西会不会觉得我在坑他？花100000买残卷，我怎么老是改不掉爱多管闲事的坏毛病？好，这个我买了。不是吧，这就买了？请把你帅气的脸庞对准我，完成付款。付款成功，祝您生活愉快。你家境不错呀，100000的武器说买就买。
我现在是个孤儿，这十万是我最后的积蓄了。成功让于浅浅心中涌现出强烈的负罪感，恶行之加200。这啥情况？如果待会发现根本没法用，我接下来就得吃草度日了。检测于浅浅心中的负罪感增强，恶行之加100。对不起。天罡踏虚术未入门，可加点，当前恶行值3000点。果然在金手指面前残卷也能修炼，这次真的捡到漏了。哼。完蛋了，他眼神有杀气，他该不会对我做什么吧？现在这里没人，他会不会把我给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有人。Melda， 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啊？逼迫妙龄少女给自己下跪，恶行之加100。老子啥时候逼迫他了？我一句话都没说。魏姑娘，咱有话好好说，下跪是什么意思？让东同学白白浪费了10万块钱，这样的道歉是应该的。像你这么相信我的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结果居然还是没帮上什么忙，真是抱歉。归根结底是我自己要买的呀，而且我也没说我看不懂啊，你赶紧起来吧。真的吗？他都残成那样了。真的，倒不如说我欠你一个人情。东心同学，不管你能不能看懂，今后我如果拿到珍贵的武器，一定拿出来跟你分享。知道了，你去忙吧。挑完武器，东西马不停蹄地来到学习室，开始他的新一轮修炼。丁，消耗500点恶行值，开始提升2阶武技天罡踏虚步，检测到缺乏资源云雾精气，缺乏完整的心法口诀，修行速度降低 70%， 是否消耗2000点恶行值，尝试推演完整武技，消除负面 buff。 太贵了，买不起。否，您的速度堪比七旬老太参加全程马拉松。开始全力冲击关口，正在修行中，修行结束，武技成功入门，天罡踏虚步，入门 60% 副产物，长达2年半的苦修用来钻研武技，您的心智变得愈发坚韧，气血强度小幅度提升。果然给我上了点负面 buff， 速度降低 70%， 离谱。还是那句话，加点正是成王的理由，系统直接给我梭哈。检测到设定的目标，开始持续提升天罡踏虚术，当前负面 buff 修行速度减缓 70%， 正在修行中，伴随着对这门武技的了解加深，您回忆起前世的文学作品中与之相似的技能功法，并将它们融入修行中，获得增益，修行速度增加 30%。 您化作的老太太穿上了足力健老人鞋，开始名为天罡踏虚术的跑道上狂奔，正在加速修行中，修行结束，此次耗费2400点恶行值，约为您12年的苦修成果。天罡踏虚术提升至圆满，副产物10余年心无旁骛的苦修，让您对这门武技的了解到了恐怖的程度。您掌握了化劲的技巧，气血强度小幅度提升。东心吐出一口白气，浑身的气血愈发旺，好似一口沸腾的大鼎，整个人容光焕发，筋骨齐鸣，几乎如大龙，距离那所谓的二阶止境只差临门一脚。谁？我，于浅浅。进来吧。是找到珍贵武器了吗？这么快？不是，是有别的事。刘队让你去一趟他的训练室，在4楼最左边的那个房间。刘队是谁？就是我们校队的副队长刘阳德，但是我感觉他没安好心。没安好心？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他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让你懂懂校队的规矩。你之前跟他有什么过节吗？有一点点。那就对了，他这人特别小心眼，你先别过去了。他训练室里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的2个跟屁虫，2个都是校队的成员，1个1阶9虫，1个1阶8虫，外加刘阳德这个1阶巅峰，你去了绝对没好果子吃。我知道了，麻烦带下路。不是，你真要去啊？六哥，你说那小子敢来吗？不清楚，人家上午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忙得不行，说不定真敢来呢。就他1阶5虫的实力，他敢来我让他一只手。真是没想到你会没脑子到这种程度，擅自毁坏我的房间，光靠这一点我就能向老师申请把你踢出校队？你该不会以为1阶5虫就能嚣张吧？在校队随便拿出一个都比你强，红毛把他干趴下。今天老子就教教你怎么做人。什么情况？红毛肯定是大意了，长毛快点干了他。重伤一位1阶8重的武者，恶行值加700。原来是红毛大意了，你这小子算你运气好，但是我可不会像红毛那样。妈，太慢了。轮到你了。
妈，太慢了。轮到你了。你到底是什么境界？你绝对不是一阶五重，你昨天隐藏了实力。隐藏了实力又如何？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C 级武道天赋，筋骨强化。C 级天赋嘛，有点意思。孟山拳，挡住了，这怎么可能？流水拳法。开灯，这家伙是疯了吧？天罡踏虚术，这家伙是怪物吧？一阶巅峰也是直接秒。于同学，这些人需要怎么办？好吧，是他们先来找你麻烦的。就算现在被你打成重伤，也得自己受着。因为像这种情况，校方是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意思是说，只要有人想找我麻烦，我想怎么还击都没问题。只要别太过火，应该就行。那这三个人麻烦您帮我处理一下哈，我有点事先走了。对了，还有件事，江学姐就是咱们队长，按照规矩这两天会找你谈一次话，初步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好的，我知道了。这两个怪物终于要见面了呀。东心已经等不及开启下一轮修炼了，这次击败三人恶行值总计4700点。当前等级一阶九重巅峰圆满，丁已将此次修行目标设定为突破二阶，开始修行二阶御筋境，是将充盈的真气逐步和经脉筋骨相融，以此来提升气血之力。近两日你不断苦修武技，接近20年的苦功，让你对体内真气早已掌控自如，做起此事来自然是事半功倍，获得增益包袱，修行速度提升 50%。 您开始用真气强化经脉，温养气血，但由于没有呼吸法及时补充真气，这一过程进行颇为缓慢，获得负面包袱，修行速度降低 20%， 获得负面包袱，情绪焦躁。您出现负面报复，心中竟真的多出一股焦躁之感。不过这一缕焦躁并未对他造成太大影响，毕竟东心只是在进行朴实无华的加点。正在加速修行中，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您终于将一部分经脉强化完毕，气血之力随之大涨，成功突破至二阶一重，您的权力大幅度提升，您的反应力大幅度提升。修行结束，评语：此次修行水到渠成，并未耗费您太多心神，共消耗热行值200点。伴随着最后一段文字的浮现，东心的筋骨忽然传出清晰的响动，紧接着一部分经脉在瞬息间完成蜕变，散发出玉石般的光泽，温养着全身的气血，东心周身的气势随之大升，体内流传着澎湃的真气，相比几分钟前总量提升了数倍不止，就连气血都瞬间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先前因为战斗出现的消耗在此刻一扫而空。天罡踏虚术终于能发挥出这门二阶武技的全部威能了。江学姐，这个东心真的不能留，他不但伤了刘队长，在此之前还朝我出手，若不是我那天反应的快，现在怕也是要躺在医院里啊。这是你应该去跟王老师说，跟我说没用。江学姐，你也知道王老师向来不阻止这种行为，但是这个东心他不一样，马上就是高校交流赛了，他在这个时候挑起内斗，明显是想毁了我们的前途啊。刘副队已经被他打进医院了，要是江学姐你都不出手，就真的没人能制止他了。柳如烟同学，你的苦肉计演得很烂。学姐，我真的没有演，你听我狡辩。马上给我滚。不是的，学姐，我是真的。我让你滚，没听到吗？于浅浅同学，是我，你现在在训练楼吗？按照规矩我该找东心谈话了，听说你跟他关系好，麻烦你帮我叫一下，谢谢。老六只是举起 3S 的就引发天地异象，就连整个训练大楼都在这股能量连一下震动起，巨大声势顿时引来无数道错愕的目光，整个林海一中的师生乃至方圆数十里的行人都在此刻看到一道奇异的光自那栋训练楼上方涌现，直冲云霄。经过这几天的折腾，东心的事迹已经传遍整个学校，吃瓜群众都在讨论着，甚至连一条小狗都听得津津有味。哇，就是那个东心啊，他直接一人单挑三人哇。对呀，我也听说了。拜个替补怎么能打赢三个正式成员，我听说这人的实力不过才一阶五重，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我也感觉居心叵测，要不是江学姐在，感觉整个校队都要被这个人给毁了。随着几个老太太的讨论，东心这边再次受到系统提示。丁，恭喜恶名等级提升，恶名等级一，您的恶名鲜有人知晓，金色品质奖励已发放。
啥情况？人在家中躺，服从天上来吗？提示：有金色品质的礼包袋开启。开启礼包。啥也没有呀。这难道是有 A 级的武道天赋出事了？恭喜获得 SSS 级武道天赋不灭金魂，不灭金魂 LV1 生存类天赋，可通过坚韧超然的金魂反骨肉身，只要心神体力尚未枯竭，身躯便能源源不断的修复，直至恢复如初。可升级天赋异能一，枪武圣体。枪武圣体大幅度强化自身对枪棍类武器的使用技巧，枪棍系武器修炼速度提升 500%。东心心潮澎湃，难以置信地感受着体内多出那一股神异力量。他有想过会很恐怖，但没想到会这么恐怖，心理准备还是做少了。在铜镜下，东心已经是无敌的存在，甚至还能越级。进来。东心同学，你有看见刚才的异象吗？你那么着急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不是，是江学姐要找你谈话了。我前两天应该跟你说过，还记得吗？记得，那我这就过去。对了，这两天学校里有关于你的谣言，江学姐待会可能会问你这方面的事情，你如实讲述就行，可别跟她硬着。怎么，她很凶吗？那倒不是，江学姐讨厌仗势欺人的家伙，又不懂变通，如果你表现得太强势，她可能会教训一下你。我知道你真实实力强，天赋好，多半不想服软，但学姐半年前就是二阶了，跟她低个头不丢人的。我明白了。现在的校队里还有谁没觉醒武道天赋？硬要说的话，前两天刚加入的东星好像还没觉醒。哼，东星嘛，好小子，这小子到底还藏着多少东西？说起来，这个学生最近闹出了不少动静，一看就是个不安分的。无妨，一个能击败三位同阶武者的武科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而江竹星这边收到指导老师消息，内容是东星权力高达885公斤，排名第二。这清冷的小脸终是有了一丝惊讶。这个权力放在一阶里已经算是注重力量的佼佼者了，东星肯定隐藏了实力，其真实实力怕是仅在我之下，这三年内一直隐藏实力，这足以见得对方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若不是临近无考，说不定他还是不会暴露实力，如此隐忍，此人的心性的有多么坚韧，待会他过来就稍微警示一二吧，让他今后不要对同队的人动手就好。进来。你好，我是东星，听说您找我有事。是这样的，最近刚加入校队，有什么不习惯的吗？还真有一点。嗯，具体是哪里不习惯？杀鸟太多了，柳如烟一个，刘阳德一个，刘阳德的狗腿子两个，这就四个，算上前不久离队的那个王人，一共五个了。江同学，我担心你也跟他们一样啊。这你不用担心，我还没那么闲。江队长的意思是承认他们是杀鸟了？我没说。何必不承认的？我叫你来不是要讨论这些的，有人向我举报你恶意重伤几名队友，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无考在即，大家要为自己的前程考虑，你要真是按捺不住可以直接来找我，我来给你治好。应该震慑住了吧？这可是你说的。你真想向我出手，我劝你最好再权衡一下，一阶和二阶之间的差距比你想象中的要大。二阶吗？你也是二阶，隐藏实力，恃强凌弱，我最看不起你这种家伙了。哪来那么多废话，要打直接上。这虎娘们把我手都震麻了。枪来。你也喜欢玩枪呀，老子的枪可比你硬多了。你该不会以为你真的能打赢我吧？这级武道天赋逼你带血。不好意思，我赢了。赢你大爸。天罡踏虚流水拳。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你为什么会天罡踏虚术？想学呀，我教你呀。击败并羞辱了林海一中的天才少女江青竹，恶行之价霸千。王老师，东心他不是个乐意服软的人，万一因为一时冲动跟江学姐动起手来就麻烦了呀。我知道了，他大概过去多久了？
没多久，也就十几分钟。很好，那应该还没打起来，带我过去看看吧。老师，东兴给我打来的电话。很好，好得很，应该是没事了，你快接吧。于同学，你现在有空吗？有空。你那边跟江学姐的情况怎么样？哎呦我的妈！简单来说，我们初步和解了。那就好。不过他现在人昏迷了，我需要你再帮我处理一下。你说什么？昏迷了？他为什么会昏迷？我打的。你有毒吧？我现在在指导老师这里，你先把他送到医务室，我这就过来。行吧。不可能呀，这怎么可能？什么情况？真的打起来了吗？打起来了。情况怎么样？东西伤得重不重？他们现在去医务室了。那我们也赶紧过去看看吧。我都跟他说了，不要惹到不该惹的人，就是不听，现在好了，而且还临近无考，搞这一出。有人。这什么玩意啊，现在好了，被打得连他老妈都不认识了，怎么还被打变性了？于同学，你看看这。不对，有问题。被打的人是江丫头呀。如你所见，王老师。不好意思，刚才有些失态了。天才，毋庸置疑的天才，东西你这家伙真是个怪物，交流赛稳了，无考也稳了。老师这边有点事，江丫头就麻烦你们两位照顾一下了。好的，王老师。系统查看恶行值，当前恶行值12700点。原本的余粮，外加和江青竹交手提供的8200点恶行值，让东新的积蓄成功突破了万点大关。跟江青竹这次交手，确实让我感觉到一些压力。他跟其他四个废物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甚至我现在手都还在隐隐作痛。要不是我侥幸获得 3S 天赋和天罡踏虚术，可能我还真不是他对手。现在要紧的是找到合适的呼吸法提升实力。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能打赢江学姐。还好吧，她挺在的。你不等江学姐醒了再走吗？她醒不醒关我什么事？自己又菜又爱装这怪水。语言嘲讽，来自江青竹的恶行值加100。醒了呀，那我不能放弃这杀积分的好机会。怎么了吗？我高低的再整两句，他身为校队队长，自己当个甩手掌柜，方惹那人组织小团体，导致整个校队的风气被搞得乌烟瘴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还要让这新来的成员今后老实一点。怎么着，新成员就活该被他们小团体欺负？我没有还手的资格是吧？像他这种自以为是还不自知的大小姐，希望下次见面你能收起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废物，真的很抱歉。成功用语言破防将清竹，恶行值加500。我高低已经整完了，走了。这家伙今天是吃错药了吧。江学姐，你醒了呀？不行，我得去找下东西。学姐，你要去干嘛？登门道歉。东心在处理完江青竹的事后，顺便去藏书阁买了一本二阶拳法《蛟龙镇山》。二阶《蛟龙镇山》未入门可加点。系统开始修炼。丁，消耗恶行值，开始提升二阶武技蛟龙镇山。凭借着对天罡踏虚术的钻研，像这类远不如他精妙的拳法，在您眼中的修行难度降低了不少，获得增益包袱，修行速度 20%。 果然没有任何一点恶行值是白费的，不枉我耗费大量恶行值把残缺的天罡踏虚术拉满。正在加速修炼中，消耗200点恶行之后，您终于找到了这门拳法的窍门。只要出拳时压缩肌肉，在触碰到敌人的瞬间奇迹张开，不但能提升出拳的力量，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附加功能。这便是武技名中阵的由来。蛟龙镇山成功入门，获得增益包袱，修行速度加快 30%， 恶行值的消耗降低 10%。 消耗800点恶行之后，您终于熟练掌握了镇拳的技巧。蛟龙镇山大成，消耗1000点恶行之后，您对这门武技已经烂熟于心，就算是武技的创始人也不敢说比你更了解这门武技。蛟龙镇山圆满。突破二阶，我的权力也增长了不少啊！只是这蛟龙镇山着实有点耗费体力，跟天罡踏虚术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如果天罡踏虚术是二阶中的 S 级，那蛟龙镇山只能算是 B 级。当前恶行值12000，当前天赋 SSS 级，不灭金魂等级一可升级。我怎么忘了还有 3S 天赋还没升级呢？这可是我最逆天的神器了，系统直接给我梭哈。丁，检测到宿主3次梭哈，解锁特殊称号黄金精神。黄金精神增强精神力，使拥有者免疫3阶以下的精神类攻击。
免疫三级以下的精神类攻击，那我不就不怕有老六暗中偷袭了？意外收获啊！丁，消耗恶行值开始提升不灭金魂的等级，消耗1000点恶行值后，您那出生的金魂愈发凝练，好似凌晨时分天鳖新生的晨曦般通透，他修复身体的能力增强了。感觉筋骨传出些许酥麻的酸爽感，这难道是金魂愈发凝练的迹象？消耗5000点恶行值后，您的精魂达到了身体所能承载的极限，您理智地停止了继续凝练精魂，开始尝试让精魂反补气血。消耗8000点恶行值后，您的精魂成功反补了全身的气血，这让您的身体强度更上一层楼，从而觉醒新的天赋异能，不灭精魂升级提升至等级2，新增天赋异能，精魂复苏，精魂复苏，精魂进入活跃状态，大幅度强化自身的气血，提升肉身力量，当前恶行值4200点。不愧是 3S 天赋，一下子吃掉我8000恶行值。跟上次那个被动的枪武圣体不同，这次貌似是个主动技能，惊魂复苏，试试看是什么效果。惊魂复苏。来感觉了，来感觉了。一个人，吓死我了！我以为我真的变成超级赛亚人了呢。我知道你们想笑，但是你们先别笑，因为这次金发东星一拳打出了6500公斤，这三阶武者都未必能达到。东星在吗？我是江青竹，找你有点事。他来干嘛？难道是被我打败不服，想再来给我送个行职？进来吧，找我有事。我想先跟你道歉。啥？你不是找我干架的呀？你在医务室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被你击败我也无话可说，只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成功让性格单纯的江大小姐主动道歉，恶行值加200。好了，你的道歉我接受了，你走吧。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是要干架吗？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枪。这怎么可能让你随便看？我的意思是让我看看你的枪法，我苦修枪法但是一直未能入门，我知道你的枪法很厉害，只希望你能教我。原来是这样，我拒绝，你找别人去吧。你刚入二阶还没有修行呼吸法，我可以把我的晨雾霜雪交给你，这是我们江家历代相传的 S 级呼吸法，肯定能帮到你的，你看可以吗？可以可以，啥都可以，我特忙的肯定会把你培养成全校最强的枪兵。这几天谁都没闲着，江竹心学着东星教的入门枪法，东星修炼着江竹心提供的三阶枪法和呼吸法，直音交流赛已经剩下两天。希望这一次的交流赛对手能多撑几回合。这次交流赛的对手是青山市的青山一中，他们小队的队长你们很多人都不陌生了，名叫唐瑶，不但是青山剑阁的少宗主，也是青山市当地有名的年轻武者，武道等级二阶六重，比江丫头都要高上两重，武道天赋则是 B 级的真我剑心，顾名思义擅长用剑。没错，据说他的性格自信高傲，是青山一中当之无愧的主心骨，他也算是我们此行唯一一个称得上棘手的敌人。根据他们给出的出阵表来看，这个唐瑶也是作为压轴王牌来出场。青山一中余下的六人中，四个是一阶七重，两个是一阶八重，一位是一阶巅峰，而自己这边即便算上被点为替补的柳如烟，整体实力也要强上不少。幸亏多了个东心，本来逆风的局势瞬间变成顺风局了。此次获胜的一方正式成员可以拿到100万含下币，外加一枚气血丹的奖励，替补则是奖励20万含下币，没有气血丹。你说什么？替补只给20万含下币？凭什么？你们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这个傻鸟玩意一直都这么有的吗？老师都敢冲撞。柳如烟同学着急了不是？老师这不是话还没说完吗？那您说，除去上述奖励外，本次交流赛表现最优异的学生还将获得由两师共同提供的一件宝玉，另外这个奖励也和替补没有关系。东西，你但凡还有点良心就把那80万含下币和气血丹还给我。今天这么多老师在，谅他都不敢动我。你哑巴了吗？我在跟你说话，忘恩负义的家伙，现在全校都知道你东心是个好勇斗狠欺凌同学的混账，也不枉我帮着宣传你在校队里的英勇事迹。东心，你现在在林海一中就是知人人喊打的老鼠。活着不好吗？非得去惹这个大魔头，给我道歉。东心，对对对，我不客气了，是吧？家人们，我完了，我真的完了。李老师，岂有放过？狠狠重伤并羞辱暗恋十年的青梅竹马，恶行值加3000。老师，是他先招惹我的，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稍微教训他一下，应该不算违反校规吧？当然，少一个替补，对于此次交流赛来说，无伤大雅。
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你们都回去准备一下，我们明示便动身。喂，同学起来了，我们这里不让睡觉。关于这次交流赛的对手，相关信息已经发给你们了，明日上午他们就能到咱们学校，这也算是战前会议了，你们有什么看法不妨趁现在说说。唐瑶，你先说说。我没什么看法，除了那个江青竹外，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你们呢，都说说吧，总不能都和你们的队长一样觉得对方是乌合之众吧？当然不是，林海一中的大部分成员我们此前都已经研究过了，但在这份正式的出场名单上还有一个人我们还没有太多了解，为了以防万一，我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关于他的情况。这人是除了那个副队长刘阳德外，林海一中校队里另外一位一阶巅峰的舞者，名叫东星，他是上周突然新增的成员。我问过几个在林海一中上学的朋友，他们都说过去三年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这么说过去三年他一直在隐忍厚积薄发。我是这么认为的。陈哥，你也是一阶巅峰，没把握对付此人吗？这个不好说，主要是这个东心在林海一中传得很邪乎。邪乎？据说他一个人就打赢了副队长刘阳德外加两位校队的正式成员，虽然这传闻肯定有水分，而东信本人肯定也赢得不轻松，但他说不定能对队长造成威胁，所以不能不提防。哼，要提防你们提防就是，别把我算进去。我当然知道以队长的实力击败此人必然不成问题，所以也只是随口一说。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为明日下午的比赛做准备。陈哥，你说的那件事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人也都叫齐了。不错，只要明天林海一中的一帮人一落地，我们就立刻找借口邀请他们切磋武艺，上百位一阶武者轮流上，绝对能把他们的体力给耗干了。要是让唐队知道咱们打算用这种办法取胜，会不会很生气？没办法，为了百万寒夏币和气血丹只能这样了，要不然接下来怎么面对武考中的那些异兽。系统查看属性面板。东心二阶异虫，当前恶行值200点，功法一阶流水拳法圆满，一阶破云枪法圆满，二阶天罡踏虚术圆满，二阶蛟龙镇山圆满，三阶武技游龙乘风点真大成，呼吸法 S 级白雾霜雪圆满，被动不灭惊魂等级二恢复，黄金精神可免疫三阶以下的精神类攻击，天赋异能枪舞圣体枪棍系，武技修炼速度提升 500%， 金魂复苏属性翻倍。恶行值只剩下200点了，上次修炼江青竹的三阶功法和呼吸法就耗费了10000多，不过下午交流赛应该能搞点恶行值。凯哥大哥，我们在演武场被围住了，好多人来者不善，硬要跟我们切磋，祸不敢深了，有点棘手，你有空去搬救兵吗？你们撑住，我现在就过去。把他们老师叫来就行，这群人不守规矩，没有老师在吗？不在，全是青山一中的学生一直在逼我们出手。早就听说林海一中的校队实力出众，能不能有意切磋一下？就是有意切磋，你们应该不会连这个都不敢吧？气死了，江学姐，我去会会他们。于同学，你这是干嘛？尼玛，你们这群傻鸟玩意！你们自己技不如人，现在输了就急眼，玩不起刚才就别答应啊！要不是大哥还没来，轮得到你们在这叫嚣？吹牛皮不打草稿，林海一中都是你们这种耍嘴皮的，有本事跟我们上台耍耍。上钩了。你们很喜欢打是吧？老娘陪你们打。正所谓以多咬死架，青山这边126位一阶武者，就算是三阶来了也消耗不起，在击败了几十个选手之后，江青竹已经体力不支。就这样，果然都是废物，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吼是吗？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好是吗？哼。大哥，您终于来了。接下来交给我吧。大哥嘛，虚张声势罢了，你就是东西嘛，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进行友谊切磋，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切磋一下。同样是一阶巅峰，我还是有把握能打赢的。行啊，你想怎么切磋？江湖规矩，单挑呀。你们青山一中的单挑就是指我一个人打你们全部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别误会，我只是说你们青山一中的各位都是乐色。阿金武者，你等一下。我等你大爷。大家不要慌，继续我们的车轮战，冲啊！
圆满白雾霜雪，这怎么可能？他拿到我的呼吸法才过去两天，怎么可能就圆满了？重伤一位一阶巅峰武者，恶行值加1000；重伤17位一阶五重武者，恶行值加8500；重伤46位一阶三重武者，恶行值加13800；重伤很多武者，当前恶行值46000点，可抽取宝具。人我都处理完了，接下来交给你们处理。下午交流赛见。啊。是我没睡醒还是他没睡醒？100多人打完都不带喘的。看来上次他真的没对我下狠手，我是真的傻逼了才去惹他了。江队，我们要怎么办？该怎么处理这些人？等下老师来了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去呀？于是这几个人呆若木鸡的在那里发呆。嘿嘿，美滋滋，这一堂过来就赚了几万的行值。老师们好。东心，你这是要去哪里？我有点事需要去处理一下。遇到什么事了吗？需要帮忙不？不用了，谢谢老师。老师们，我这边就先走了。行，那你先去忙吧。王老师，这是你们队里的那个东心呀，看起来他很有礼貌啊。一个武者看起来温文尔雅的，长得像是个学文的，不像话，没一点锋芒怎么行？王老师，我记得这个东心是一阶巅峰的水平吧？这么说来，他的天赋很不错啊，不知道他有没有觉醒武道天赋？这下午你不就知道了吗？先不说他了，这都快到饭点了，下午还有比赛。得先去叫在演武场参观的学生去吃饭。说的也是，我们先去演武场吧。谁干的？这 TM 的到底是谁干的？江丫头，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做的，要惩罚就惩罚我好了。没想到清冷正直的江青竹居然主动站出来帮东心揽责与撒谎。你一个人能做到这种事情？这里可是上百位青山一中的学生，你一个人就把他们打成这样，别想着耍滑头，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王老师，这青山一中的学生坏到骨子里了，就喜欢搞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是他想对我们动手，但是没那个能力，结果被我们打成了这样。事后的记录里，你可以写此事是我一个人做的，也可以写是我们六个人做的，您看着办吧。不对，以江丫头的实力，不可能短时间冻住这么多人。六个人，我明白了。好小子，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底牌？赶紧帮忙送去医务室呀。你的意思是，真是你主动要求对方动手的，然后被人家打趴在地上了？是的，就算那个东心是二阶武者，也绝对被教训得很惨。虽然自己被一拳打晕了，可后面还有上百号一阶武者呢。眼下的情况多半是林海一中那边伤得很重，以至于闹得很凶，要求青山一中这边给个解释。你在开什么玩笑？你们这边上百位一阶武者，对面的林海一中不过六个人，就把你们打成这样，整个五科高三部现在有一大半的学生都躺进了医院。咱们学校今年的五考现在都成了个大问题了，一大半全都躺进了医院，包括你在内，一共126个全是重伤，团灭。这怎么可能？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虽然我晕得比较早，但是对面会不会不止六个人？否则怎么可能把我们100多号人打成重伤？我认为他们请了外援，或者是用了什么不知名的手段，总之出手的不可能只有六个人。确实，你说对了一半。我就知道，就凭六个人，怎么可能把我们这么多人打成重伤？你急什么？不是六个，你们上百号人都是被同一个人打进医院的。东心，他一人就把你们直接杀穿了。一个人打穿上百人，你真的不是在说笑？我都问过十几个人了，再说笑就没意思了吧？这么看来，下午的交流赛算是没戏唱了。我待会就去给你们弃权，好好养伤吧。弃权？谁说要弃权？咱们队的七个人，六个人都已经重伤了呀。那又如何？那你的意思是？正常参赛，我会出场。可是那个东心，他确实还算不错，但也仅此而已了。不过是清扫了一群虾兵蟹将，这种事换谁都能轻松做到，算不得什么吹嘘的资本。根据王老师所言，下午的交流赛，青山一中多半会因为缺人而弃权，偷那个见到天才少女的计划只能跟着泡汤。当前恶行值46000点，可抽取宝具。需要花费多少恶行值？花费1000点恶行值，抽取一次宝具轮盘，该宝具持40抽保底，保底必出金色品质的宝具。怪不得40000恶行值才出现这东西，系统先来一轮试试水。丁，恭喜获得紫色稀有品质宝具，功能型宝具和谐相处界，效果消耗真气，使范围5米内的敌人强行向自己跪下，敌人等级越高，消耗的真气越多，冷却时间1天。你确定这宝具用了之后能跟人和谐相处？交流赛开始前，大家都在激烈讨论着，现场观众竟达到几百人。待会的比赛只有唐学姐会上场。
真的假的？这是为什么？这说出来有点丢人。据说咱们校队的成员上午全被林海一中的那个江青竹打进医院了，现在只剩唐学姐还能打了。你扯淡呢？那个江青竹有这么牛逼？他还真没扯淡，而且何止校队的，整个五科的高三部都到了一大半。你没看见那边的观战席都是空的？卧槽，还真是。那咱们还打个蛋？别急啊，就算对面有个江青竹，咱们这边不还有唐学姐坐镇吗？淡定。唐学姐这次又要玩一穿七，我记得上次跟余香氏打交流赛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干的吧？你这么一说，搞得我有点激动了。唐学姐真是艺高人胆大。你来了呀，挑好武器了吗？没有好品阶的武器，只能说凑合用吧。待会第一个上场的是你，唐瑶的实力很强，精通的武技也很多，即便是我跟他对上也是凶多吉少，千万要小心他的斩击。我明白了。第五届市级交流赛正式开始，第一场比赛，林海一中东新 VS 青山一中唐瑶，请双方登上备战台。于老，依你看，我剑阁的少阁主能进你们风云大学深造吗？这个自然，这小丫头年纪轻轻，身上就已经具备剑道气象，假以时日，肯定又是一位优秀的剑阁阁主。正常参加五考，她肯定是能进风云大学的。进不了，你尽管来找我，我渔翁给你补。其实剑阁长老那话的意思是想要对方动用高级老师的特权，把唐瑶直接保送进去，得到风云大学的保送，却意味着唐瑶将得到校内里最珍贵的那一批资源的倾注，那样一来才算是前途无量。可对方偏偏说正常参加五考就能考进去，摆明是在回避他的意图，多半是想再观察一下唐瑶的表现再做判断。那你就瞧好了，有件事我希望你别搞错了，你才是挑战者。现在的人真是自信啊。我是挑战者，待会输了你可别偷偷抹眼泪。你的假设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不会输。我会让你知道，在我的天赋面前，你此刻的想法有多可笑。做得到的话，就来试试看。这白色气息，金刚踏虚术，剑之力，开启防御了吗？那试试看老子这招。这是什么情况？唐学姐被打飞了。那个叫东星的开挂了吗？为什么他能破开唐学姐的防御？按照以往，唐学姐在对战比自己低阶的对手时，一瞬间就可以结束战斗，可方才的那一剑不但被对方轻松化解，还反手一枪把唐学姐的防御轰爆，抡飞了出去。这个叫东星的小家伙有点意思，他身上的白雾有奇效，把落到身上的剑气起码削减七成的威力。阿弥陀佛，不亏是我学校的人。很好，好得很，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怎么，你就这点实力吗？你能免伤又如何？我照样能胜你。白皙膝盖重重地砸在对战台上，羞耻的声音响彻全场。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位青山市的天之娇女就这么跪在地上。见此情景，观战席上的上千人无不目瞪口呆，一时间令人窒息的沉默席卷了全场，原本热烈的气氛一下变得几近凝固，安静的宛如暴风雪的前夕。当众羞辱青山剑阁性子高傲的少阁主，恶行值加1500。我这是在干什么？竟然会在这种场合对一个口出狂言的凡夫俗子下跪，你完了。什么时候了还想聊天？下跪打脸，从出生到现在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如此羞辱我，你找死。我今天绝对把你拿了。下跪打脸，从出生到现在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如此羞辱我，你找死。我今天绝对把你拔了。
没有人能在我这一招中活下来。唐学姐赢了吗？是唐学姐的胜利。唐学姐这招是三阶武技仙女捧日，当年也是用这招秒掉一位二阶武者。一剑之威，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好，做得好。东西你难道就这样办了吗？如你妥佛。来了。我的剑，这怎么可能？我明明贯穿他了呀！将来，唐瑶，恕我直言，你就是个废物。重伤病当众羞辱性子高傲的剑阁少阁主，恶行值加5000，当前恶行值51500点。龙心上以青山一中剩余参赛选手弃权，判定为林海一中获胜。此交流赛就此结束。此时，无数青山市学生或瞠目结舌，或神情复杂，或难以接受地看着台上的光景，心脏宛如被利刃拉锯切割般难受无比。没人会想到，那个他们眼中高高在上、耀眼夺目的剑仙少女，竟然会被如此粗暴的击败。完了，这次真的完了。能这般碾压唐瑶的同龄人，莫说我了，就算是剑阁阁主，怕是也没见过。有了风云大学的保送，这个少年日后的成就，怕是不会在剑阁阁主之下。你知道东星为什么能够获得胜利吗？如你妥佛。不知道呀。为什么？因为他神。东星这个家伙真的太强了。好小子，太猛了，李校长都快被你搞一怔了。可有哪里受伤了？没事，就是真气消耗有点大，一个小时就能恢复。辛苦你了，上午打了那么多，下午还接着打唐瑶补考之前，要是再有这样的比赛，我就帮你推掉，让你能专心备战。哎，这个就不用了吧，特喵的，要是推掉我还怎么赚个行职。行吧，只要保持住这个水平，就算是营省最好的风云大学，也绝对抢着要你。确实如此，就是不知道东心同学可有意愿。不是吧，真的提前来抢人了。东心，风云大学是营省最好的武道大学，要是提前保送的话，对你今后的发展都有很大帮助。正是正是，东心同学，老夫手上正好有个特别保送的名额，只要你愿意，老夫亲自做你的导师，你现在就可以来风云大学，连武考都不用考。实不相瞒，老夫乃是风云大学的高级教师，武道修为也称得上是高手了，绝对不会误人子弟，这个你放心。这保送名额有什么好处吗？这个自然，单是风云大学的藏书阁，你就能通过凭证直接上到4楼，莫说2、3阶武技，就是4阶的真凭武技，只要你想换，全部都有资格换取。于翁说的滔滔不绝，跟东心说出风云大学的各种好处，只想快点把东心拉到自己学校。若是你愿意做老夫的学生，那就再好不过了，老夫能给你的绝对比那些2流势力的掌门首领还要多。原来如此，确实很不错。快点答应呀，急死老夫了。但是我拒绝。语言戏耍风云大学106岁老教师，恶行值加500。为什么？条件不够丰厚。丰厚呀。那你为什么？我拒绝。语言戏耍风云大学106岁老教师，恶行值加200。嘿嘿，你别说，你还真的别说，傻老头还挺有意思。所以为什么拒绝？因为我要参加武考。你还要参加武考？完全没有必要，经此一战，青山一中的学生估计在心里已经把你给恨透了，要是他们这上百人在武考里腾出手来，说不定会集体来找你麻烦，到时候你以寡敌众，很容易出事啊。要不这样吧，我全要了，报送名额，武考我都要了。不是，你全都要呀。在一段激烈的拉扯中，终于是把事情定了下来。不得不说，自己在二阶一重待的已经够久的了，早已受够了繁文缛节，是时候来一波所谓的厚积薄发了，要不然很难面对武考中的一兽了。现在的东心修炼起来，已经不再是穿足利剑的老人，现在的修炼速度宛如一位禁赛多年的传奇赛车手，还解锁了新成就漂移过弯，在驾驶的车辆不论速度多快，也不会因为漂移而侧翻。在辛苦修行2分30秒后，终于达到二阶巅峰，而在突破3阶时候，差点走火入魔，于是强制停止，总共消费11000恶行值。一个人
有点离谱，怎么还冒出个走火入魔了？看来还是得找本锤练法看看。还有四万多的恶行值 ，SSS 级不灭惊魂应该还能提升一级。二级时候是解锁赛亚人形态，若是升到三级，又会解锁何种新异能？嘿嘿，开搞开搞，系统提升不灭惊魂的等级。应消耗恶行值，开始提升不灭惊魂的等级。这是哪里？这是啥子东西啊？丁，消耗两万点恶行值，不灭惊魂升级提升至三，自愈速度提升，治愈损耗降低，新增天赋异能，虚妄之眼，虚妄之眼，目力极大幅度提升，动态视力增强，和身负惊魂者融合后，使其获得能勘破谎言、看破妖身以及识破弱点的能力。评语，据说是和那传说中的天眼，以及怕炎不怕火的火眼金睛同类型的神童，若是使用得当，妙用无穷。又是一个逆天神技，我看谁以后敢在我面前撒谎。事情大致就是这样，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是那个唐瑶真的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五科生给击败了。我看了那场比赛的相关录像，那个五科生名叫东心，来自临海市，确实有点吓人，算的是今年五考最让我意外的一匹黑马了。东心呐，哥，我以前怎么没听过这号人啊？所以说是黑马。另外大家都要记住，网传这个东心下棋手相当狠辣，没有丝毫留情的意思，若是在五考中碰到，尽量不要跟他起冲突，可以的话能交个朋友最好。交朋友？杨队，咱们要跟他结盟吗？不错，只要他不想着争这次的五考魁首，我和他就并没有什么直接矛盾了，不如交个朋友。可既然他能打赢那个唐瑶，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让出冠军的。杨队，要是他不愿意结盟怎么办？那我会揍到连他老妈都不认识。不用你出手，姑奶奶就能把他打服。第二天清晨，开往临海市的一班高铁上，座位上的东心靠在床边，胸前还佩戴了一个徽章，这正是风云大学核心弟子徽章。而另一边，校长已经将东心保送风云大学的事情传遍整个学校，待在窗前的柳如烟变得更呆。这个瞬间，汹涌的回忆直接淹没了柳如烟的内心，泪水不受控制的从她眼眶中涌出，哭出了几声。失恋时长两年半的个人恋，检测到曾经暗恋十年的青梅竹马，悔恨交加，彻底崩溃，恶行值加五千。啥情况？意外收获啊？你那有合适的锤炼法吗？我手上暂时没有，但是家里应该是有的，不太好搞到。下个月给你可以吗？下个月我就能突破五重了，到时候可以提前要过来看看。这样呀，那行吧。就在这时，突然走来一群人，被扣押的是一名杀害十几名孕妇的囚犯，是两位胸前带着镇江大学的徽章，是同样是营省境内的一座武道大学，只是综合实力先就风云大学差了不少。这是什么情况？武道大学偶尔会发布追捕逃犯的任务，即拿到犯人后交由最近的青翼局处理。我在网上看过，这人是一个杀害十几个孕妇的变态人物。原来是这样呀，不知道嘎了这个囚犯能不能获得恶行值，可惜现在无从下手。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你们没有用铭刻法阵的镣铐吗？那老怪被我们找到时就已经受了重伤，我们想剩下这笔支出就用了二阶强度的。混账东西，赶紧给我去追呀！东心人呢？就凭你们这群傻鸟也配抓住我？哦，那你好棒棒哦！瑞，你是风云大学的，来这里干嘛？不要怕，我只是来杀你的，乖，一会就好了。你找死！三阶武者，笑死！我以为多牛呢，就一个二阶。你不能杀我，杀了我镇江大学的那些学生不会饶了你。不要啊！谁让你多管闲事？这个老六只是变成超级赛亚人，就瞬间秒掉一个高自己一阶的武者，接下来又是一记暴击我，直接送他找妈妈。但是突然出现两个不速之客。你小子谁让你多管闲事的？这可是我们的任务。哦吼，你们的任务就是放一个囚犯走，然后反手就来怪我多管闲事。怎么破坏了我们任务？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等一下，让我说完你再说。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你干嘛呀？不是话怎么说一半？你要告诉我什么？
我想告诉你，最近天气比较冷，记得多穿点衣服，小心感冒。还有，谢谢您出手相助。峰哥，那真是风云大学的精致徽章吗？是真活，我刚才确认过了。奶奶的，人倒霉起来真是喝水都能塞牙。整个风云大学加起来才多少金徽，居然能在临海市这么小地方碰上，咱们真是倒了血霉了。妈的，这人下手真狠，今后哪位逃犯碰到他，那可真是有福了。你这是去哪了？刚才突然憋不住去上了趟厕所。行吧，老师已经在车上等你了。虽然说是去上厕所了，但青竹明显感觉东星身上有淡淡的血腥味。东星，这次两校共同赞助的宝具已经送到你的训练室了，配有相关说明，你到时候记得看看。另外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别客气，尽管跟学校提，学校给你报销。我需要一本等级还凑合的锤炼法。锤炼法不是呼吸法吗？我这边刚好有 B 级锤炼法。这么着急，过两天考完试我就可以拿到 S 级呼吸法了。东星，你已经把白雾霜雪练到圆满了吧？算是圆满了吧。你说什么？又圆满了呀？那你应该明白，和 S 级呼吸法提供的高续航和修炼速度类似， S 级的锤炼法相较于普通的锤炼法也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所以要不你等两天，等拿到 S 级锤炼法。我难道不能全都要吗？哎呦！回到训练室，东星直接把 B 级锤炼法大日宝炉拉到圆满，低于炎热的能力也获得提升，消耗12000恶行值，还拿到三阶终极宝具守护之铠，这是交流赛的奖品。守护之铠由三阶异兽银角犀牛的银角打造，灌注真气即可自动贴合身体，冬暖夏凉，舒适透气，可减轻自身受到的伤害。就这点属性给狗狗都不用。接下来才是重点，系统直接给我加点。丁，消耗恶行值开始提升五道等级，你的锤炼法已然圆满，在此作用下，原本100步的路程已经走过了99步，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还差一步，这还不简单。消耗200点恶行值，你浑身的血液尽数浮现出一抹紫色的光芒，筋骨齐鸣，一种圆满通透的感觉直达全身。加点结束，你已进入三阶异虫，当前五道等级，三阶异虫 0% 当前恶行值24000点。我靠，还真是别人练功吃苦，我直接速通高五呀。第二天清晨时分，乌泱泱的人群站在秘境前的平原上，神色各不相同。蔡国成站在上方的营地前，神色肃穆地看着下方的众多年轻舞者，心中思绪翻腾。营省的青年才俊今日汇聚于此，深州市的杨家双子金，临海市的江家大小姐，以及名叫东星的少年黑马，江城市的小金刚，还有整队伤残的青山一中。我是这次营省五考的总负责人蔡国成，和那些十年寒窗的文科生相同，今天也是你们这些多年吃苦练功的武科生验证自己努力成果的时候。现在我简单讲解一下规则。本次猎山秘境一共分为外围、内围、核心区域三个地区。外围多是一阶前期，相当于一阶两三中的常规异兽，猎杀得分较低；内围多是一阶中后期，甚至二阶前期的异兽，猎杀得分较高。至于核心区域，则大多是二阶异兽，甚至少许三阶异兽也有活动，得分最高。每个学员配有类似护符的道具，遇到紧急情况时使用，可以在周身形成抵御伤害的护盾，还能向外界的仪器实时发送位置，以便外界救援。当然，一旦有人使用，也就意味着他的武考提前交卷了。武考从上午8:30开始，一直持续24个小时。除了核心区域可以随意交战外，其余地区只有最后的6个小时才可以交战。如有违规者，取消考试资格，记大过处分，考试成绩清零。这是三阶高阶宝具海龙染血枪，有增强水系武技威力的效果，对寒气也有增幅。多谢了，我会抽空去趟核心区域，你到时候需要帮忙就吭声。那么，祝你好运。东星，我一定会考上风云大学的，等我。平常穿越的人都知道，上来必须先给柳如烟一个爱的一拳，再给柳如烟男友一顿小锤锤，而他武考第一天就被一群人嘲讽，这个老六该如何应对这些人呢？这里是外围，应该会出现一些一阶前期妖兽，大家不要大意了。一阶的姑奶奶随便瞄好吧。哥你怎么了？他来了。快看那家伙的表情，傻乎乎的跟个傻子似的。你们笑啥？怎么我们还不能笑了？你气性未免太大了些吧。不过是走后门拿到了一个保送名额，某些人不会真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吧。姑奶奶劝你最好还是收敛点，小心挨揍。哦，意思就是你们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了是吧？不是对付，是收拾你呀，懂不懂？呀，
你疯了啊！只有最后六个小时才可以交战，你不怕被取消资格呀？杀不一，老子有宝座，认真一选。断了，手断了。你是三阶武者？怎么，你倒是再笑一个看看呀？因重伤杨家近十年来最出色的天才杨万峰，恶行值加3000，检测到杨万峰对你产生大量恐惧情绪，恶行值加2000。给你爹讲讲，你和你那个妹妹想怎么收拾我？他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撒谎。腿，我的腿。最后一次机会，你和你妹妹打算怎么收拾我？该死，他是怎么知道我撒谎的？要是说了，婉儿就完蛋了呀。三，大，我说。这边杨婉刚清醒过来，却发现他哥哥和东星都不见了。哥哥人呢？那边好像有动静，应该是哥哥。外围可能会出现异兽，杨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冲了过去。在路上不断有异兽出没，多是骷髅兵、小僵尸之类的低阶异兽，但奇怪的是，这些异兽不仅没有向杨婉发动进攻，反倒疯狂地朝着远方逃遁，像是遭遇了什么可怕的敌人一般。出于分数的考虑，杨婉随手将他们击杀。那边怎么有血腥味，还有哥哥的气息，肯定是哥哥赢了。这怎么可能，哥哥是二阶八重的天才，施展秘法足以力战三阶武者，怎么会打不过他？婉儿，你个混蛋，你这是在做什么？如你所见，跟你老哥切磋呢。有你这么切磋的吗？你给我去死。快走啊，你不是他对手，我求求你了。啊，我的手好痛好痛，痛死我了。差一点，只差一点，凭借着 A 级天赋苍林庇佑，自己体内的伤势已经恢复了30%，再要十来分钟就能恢复到可以施展秘法的地步，届时就是对方的末日。我们就此停手可以吗？哈哈，你说呢？那你想怎么样？那么我这人比较傻，就先给我磕一个吧，也算是道歉了。呀，婉儿，答应他。可是哥，答应他，听话，相信我。丁，您用言语让亲密无间的杨家兄妹心生芥蒂，恶行值加2000。很好，切磋的事情结束了，接下来清算下一件事。下一件事什么事情？你想把我扒光了，再挂在核心区的最高峰是吧？这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就要问你的好哥哥了。杨婉没想到自己哥哥是这样的人，这么多年在杨婉心中的形象几乎要彻底崩塌了。终于修复完成了，小子，你的死期到了。年轻就是好呀，倒头就睡。与此同时，他腰间的护符也被成功启动，但白色的护盾升腾而起，向外发送着自身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杨万峰这位神中式的楷模武者补考正式结束了。接下来轮到你了。平常穿越的人都知道，上来必须先给柳如烟一个爱的一拳，再给柳如烟男友一顿小锤锤，而他武考第一天就被一群人嘲讽，这个老六该如何应对这些人呢？这里是外围，应该会出现一些一阶前期妖兽，大家不要大意了。一阶的姑奶奶随便秒好吧。哥，你怎么了？他来了。快看那家伙的表情，傻乎乎的跟个傻子似的。你们笑啥？怎么，我们还不能笑了？你气性未免太大了些吧。不过是走后门拿到了一个保送名额，某些人不会真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吧？姑奶奶劝你最好还是收敛点，小心挨揍。哦，意思就是你们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了是吧？不是对付，是收拾你呀，懂不懂？你疯了啊，只有最后六个小时才可以交战，你不怕被取消资格呀？杀不一，老子有宝座，认真一选。断了，手断了。你是三阶武者？怎么，你倒是再笑一个看看呀。
名重伤杨家近十年来最出色的天才杨万峰，恶行值加3000，检测到杨万峰对你产生大量恐惧情绪，恶行值加2000。给你爹讲讲，你和你那个妹妹想怎么收拾我？他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撒谎。腿，我的腿。最后一次机会，你和你妹妹打算怎么收拾我？该死，他是怎么知道我撒谎的？要是说了，婉儿就完蛋了呀。三，爸，我说。这边杨婉刚清醒过来，却发现他哥哥和东兴都不见了。哥哥人呢？那边好像有动静，应该是哥哥。外围可能会出现异兽，杨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冲了过去。在路上不断有异兽出没，多是骷髅兵、小僵尸之类的低阶异兽，但奇怪的是，这些异兽不仅没有向杨婉发动进攻，反倒疯狂地朝着远方逃遁，像是遭遇了什么可怕的敌人一般。出于分数的考虑，杨婉随手将他们击杀。那边怎么有血腥味，还有哥哥的气息，肯定是哥哥赢了。这怎么可能？哥哥是二阶八重的天才，施展秘法足以力战3阶武者，怎么会打不过他？婉儿，你个混蛋，你这是在做什么？如你所见，跟你老哥切磋呢。有你这么切磋的吗？你给我去死！快走啊！你不是他对手，我求求你了！啊，我的手，好痛，好痛，痛死我了！差一点，只差一点。凭借的 A 级天赋汤林庇佑，自己体内的伤势已经恢复了30%，再要10来分钟就能恢复到可以施展秘法的地步，届时就是对方的末日。我们就此停手可以吗？哈哈，你说呢？那你想怎么样？那么我这人比较傻，就先给我磕一个吧，也算是道歉了。呀，婉儿，答应他。可是哥，答应他，听话，相信我。丁，您用言语让亲密无间的杨家兄妹心生芥蒂，恶行值加2000。很好，切磋的事情结束了，接下来清算下一件事。下一件事，什么事情？你想把我扒光了，再挂在核心区的最高峰是吧？这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就要问你的好哥哥了。杨婉没想到自己哥哥是这样的人，这么多年在杨婉心中的形象几乎要彻底崩塌了。终于修复完成了，小子，你的死期到了。年轻就是好呀，倒头就睡。与此同时，他腰间的护符也被成功启动，但白色的护盾升腾而起，向外发送着自身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杨万峰这位神宗师的楷模武者补考正式结束了。接下来轮到你。经常穿越的人都知道，上来必须先给柳如烟一个爱的一拳，再给柳如烟男友一顿小锤锤。而在武考嘲讽他的兄妹，这下子有好果子吃了。我先说结论，你接下来会被我打得昏死过去，挂在核心区的高峰上。不过我这人心善，说不定会给你留件衣裳，也说不定不会。这些真的都是我哥告诉你的吗？是的，交代得很痛快。您用言语让亲密无间的杨家兄妹心生巨大的隔阂，恶行值加2000。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吗？夫后，要打是你哥要求的，要扒光我是你打算的，怎么还委屈了，搞得我才是那个坏人似的。施展秘法了，勇气可嘉。看在你不怕死的份上，我就做下好人。只要接下我武器单击爆发，我走。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好，这是你说的。应该是甩掉了。开启秘法的自己先选择逃走，肯定没错。虽说在一位3阶武者手下顺利逃脱的可能性很低，但只要抵达核心区附近，那里的3阶异兽就算不能挡住对方，也最起码能让其无暇顾及自己。加油，能行的。有好，还有这好事。俺老树胆神久了，看到个人都感觉眉清目秀的。妹妹别怕，哥哥带你去封顶，我很期待今日过后你还能否保持住以往的骄横。别，求你。您用实力正面击垮杨家大小姐的自信，此刻的她已经对您丧失了所有的反抗之心，恶行值加8000。
夜山秘境外临时营地中，数百位身影观战着大屏幕，大多都是营省各大武道高中的教师。在他们前方的大屏幕上映射的是秘境核心区的画面。今年的考生质量明显比去年高上很多啊！青山剑阁的唐瑶，极北江家的江青竹，镇江的小金刚等等，还没到中午就杀进了核心区域。林同学，依你看，这届的五科生里，哪个最有可能夺得冠军？时间还没过半，我也说不好。奇怪，自家老师在临海市挑的保送学生，看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着，莫不是因为保送了，所以考得很佛系？风云大学今年怎么来人了？往年不都是没人来的吗？不清楚，可能是因为那个保送生吧。往年不也有保送生？算了，问你也是白打。奇了个怪，我的双子星怎么就没动静呢？难道在憋大招？这不是山州市的杨万峰吗？我记得他是二阶八重的天才，比我多高两重，这样的人才什么异兽能把他打成这样？莫非猎山秘境出四阶异兽了？专业医疗队赶紧过来把人抬走。你丫的快回来呀，人还没抬走。怎么回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看到他们人？难道是想偷偷击杀一只三阶异兽，然后惊艳所有人？杨万峰真是改不掉爱出风头的坏毛病呀！快快快，这里有学员伤得很重。等一下，那个是不是杨万峰？好像是的。这怎么可能？这么多！此时大家同时看到大屏幕，映入眼帘的是十几只三阶异兽。是你，东青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起？跟你有关系吗？他保送了，来不来这里都无所谓。这个我知道。那你还问？想报仇的话，你可以进来之前就去找他。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拒绝你的。我就是单纯的想问下东青积分而已。打不过你，那我就从积分上赢你。两位，幸会啊！本宝宝来自镇江一中，外号小 baby， 不知道两位施主如何称呼？江竹清，剑阁唐瑶，不去斩杀异兽得分。跑来搭话，有事？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各位有没有看到杨万峰，或者是他的妹妹杨婉。没看到，你找他们有事？本宝宝跟他们关系不错，按照他们实力肯定早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一直没看到他们人呀。平常穿越的人都知道，上面必须先给柳如烟一个爱的一拳，再给柳如烟能有一顿小锤锤。而今天半路出现一个金刚芭比，想挡住老六挂风景的好事。我操，那是杨婉，错不了。我的妈，怎么被打成这样？他哥杨万峰呢？我勒个乖乖，这要是让杨万峰看到了，不得活死了这小子。这个东西胆子未免太大了些吧。那个是杨家的杨婉吗？居然能把杨婉打成这样，这小子到底是谁？是林海一中的东心。此人违反了武考的规则，我要求官方立刻取消他的考试资格。蔡国成眼中浮现些许犹豫，换作普通学生，此事他肯定就当场拍板了。但东心是风云大学的核心学生，换句话说，他未来大概率就是一尊足以镇守一城的强大武者。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很恶劣了。蔡国成思绪翻腾，很快敲定了主意。就在他准备派人取消东心的考试资格时，稍等一下，我认为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什么意思？很简单，我不相信一位敢于缉捕逃犯的年轻武者会无故冲着同伴出手。这是前不久轻易局给出的记录，东星独自一人追捕一名三阶巅峰的逃犯，最终完成了击杀。你说什么？这根本不可能。这记录确实属实。蔡前辈，东星的这种表现放在风云大学也绝对算得上是亮眼的存在，毫无疑问他是位真正的天才。事已至此，先观望一下情况，等他们全都出来再问清楚如何。有没有打不过的怪？没有，杀异兽这种事我自己可以的。那行，告辞了。小帅哥，等一下。这啥玩意啊？你手里举的可是山州杨家的千金。你认识他呀？
认识你这般行径，让本宝宝的那位朋友知道了，定然不会饶你。他是山州杨家的少爷，乃是一位二阶八重的武者。你给我站住！我被武者当携手共进，要讲武德，你这般羞辱他人，是要站在我们全体武者的对立面上吗？若是你今日执意迷途不改，那本宝宝就要联合在场各位，和你讲一讲拳法了。那你倒是问下他们敢不敢？哎呀，阁下糊涂，那本宝宝也不客气了。想要从这里过去，就先破开我的防御。同阶武者无人能攻破自己的防御。一位精通横练武技的二阶武者，只被一下就干成重伤。天杀的主办方，今年的武考你们到底放了什么神仙进来？众目睽睽之下，重杀二阶五重的武者，恶行值加500。真够抠门呀，不就是虐了把菜吗？至于连一仙都不给，算了，反正这500点基本算是白捡的。你们两个好像不太服呀，要不要打一下？大可不必，少侠好功夫，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先走了哈。检测到营省各大武道高中的学生代表都对您产生了大量的恐惧情绪，恶行值加2000。意外收获呀，告封顶去了。在来核心区的路上，他斩杀了不少一二阶的异兽，可获得的恶行值仅有2位数，是真正意义上的聊胜于无。有一点不符合预期啊，在此地并没有感受到窥视的感觉，也就是说，即便是外界那转播影像的手段，也无法观测到此地的景象，可惜了。将山州杨家的千金挂在烈山的顶峰，恶行值加2000。东心忍不住又多看了几眼，看着杨婉裸露出来的大片肌肤，东心的心中却在思考另一件事，这次武考，他的行为怕是会引起很多教师的不满，就算事后有人因此公然声讨自己，也不值得奇怪。无所谓了，我自己有自己的行事准则，只要日后的实力足够强大，我说我是好人，那所有人就必须相信我是好人。丁，恶名等级提升，恶名等级2，您的恶名响彻营省的各大武道高中，已发放金色品质的奖励。又有金色传说了。经常穿越的人都知道，上来必须先给柳如烟一个爱的一拳，再给柳如烟男友一顿小锤锤，而今天这个老六将觉醒新的天赋，简直是亡灵的噩梦。第二日，烈山秘境外的空气有些清凉。对于武者来说，通宵一晚是件相当简单的事情。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那块巨大光幕上，距离封榜只有3分钟了。现在的排名基本就是日后封榜的名次。目前排名前5的是第5名的小金刚，第4名的王子轩，第3名的谭瑶和第2名的江青竹。出乎意料的，即便等级上有着差距，江青竹最后的得分却比唐瑶多出不少。本次榜首即将公布。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此时所有人的视线此刻都落在了东心这个名字上，在其名字的下方有着高到恐怖的数据得分。李笑，你是啥时候过来的呀？阿弥陀佛，老夫讲究的就是一个神不知鬼不觉。东心，你这小子简直就是林海一中的活地啊。李校长，恭喜啊，等到明年林海一中能分到的资源应该能宽裕不少。林同学，依你看这个叫东心的孩子，他的潜力如何？即便放在风云大学里，他也算是当之无愧的天才，比前2年的我强多了。那和风云大学的那位天阳圣子比呢？你说孙学长跟那个怪物比的话，实力差距倒是有不少，但是潜力方面应该差不多。武侯评价这么高，我说的不准，您图一乐就行。换我师姐来的话，应该能给你确切的答案，毕竟他是风云榜前10。反正这两人迟早得碰面，到时候我就知道答案了。当前恶行值40000点，可抽取宝具，有金色品质的奖励礼包袋开启。不容易啊，自己的第2发金光终于来了。系统，开启礼包。礼包正在开启，请宿主做好准备。这他丫的又给我干哪来了？有点诡异，感觉好压抑，路都走不动了。这狗系统，给天赋就给天赋，老是整这一出，怎么感觉有点阴森森的，好恐怖。
获得 SSS 级武道天赋，掌灵统魂、掌灵统魂等级一功能性天赋，可完全掌控死于自己之手的亡灵，强迫其签订生死缔约，认定自己为主，今生将为主人的利益鞠躬尽瘁，永世不得超生，可升级。据传人死后的亡魂归于某座神秘山岳，自那座山岳诞生出来的神灵天生就拥有了这门天赋，为了获得超越他的权柄，请您尽情的收割恶行值吧。天赋异能一，亡灵杀手。亡灵杀手针对亡灵类生物有着天然的压胜，这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对您发起攻击，且您对亡灵生物的攻击伤害提升 500%。 上限高到离谱的天赋，中心只是稍微一动手，那些早已死去多时的二三阶异兽们就突然睁开眼眸，他们全都从地上撑起庞大的身躯，朝着中心位置恭敬地参拜下来。密密麻麻数十头三阶异兽在此刻看起来就像是忠诚的奴仆一般。杨婉也在这个时候意识清醒了过来，看着眼前展露了恐怖异象的少年，他的眼中带着浓浓的惊恐，此刻的他再也不该有报仇的念头。就在这时，宣告着武考结束的传送阵正是自他们的脚下升腾而起。不对呀，我为什么没有传送回去？龙心同学，龙心不是没有传送阵，而是蔡国成为了讨好龙心，所以选择亲自接送。这个老六没有多损，他的师姐和武考监管只是来亲自接送，这个老六就启动了和谐相处器，让师姐跪在自己面前。我到底在搞什么？拜托，这样会显得我很尴尬耶。损，太损了。不过我喜欢您，让风云大学的佛系师姐向你下跪，恶行值加500。怎么才给500？这是闹哪门子？来就来嘛，何必行如此大礼？我只是在外面站太久，腿软了而已。东星同学，恭喜哈！提前跟你透露一下，你的得分排名现在是全省第一，今年的武考冠军非你莫属。另外，根据山州一中那位苏醒过来的杨家少爷所说，武考最开始的时候是你先动手袭击的他和杨婉。不过，根据我们的一些山州一中提前出来的学生，基本可以断定是杨万峰和杨婉先对你发起的挑战，因此对你的成绩给予保留。我都做好被取消资格的准备了，你告诉我没事？这位是风云大学的林音韵同学，算是特地来找你的。你好啊，我也是渔翁那个老登的学生，按辈分算是你的师姐哦。找我有事？其实也不算是有事，就是想问问你对学院任务有没有兴趣。学院任务？接下来林学姐用两个半小时告诉东新学院任务规则以及金牌徽章的用法和风云榜上的事。本次武考也圆满结束，但是东新这次真要遇到强劲的对手了。山州市杨家会议室内，外面下着漂泊大雨，一位位身着奇异服饰的人安静地站在这里，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一位服饰华贵、面容清瘦的老者，他冷漠的神情中噙着一丝怒意，看起来威严无比。到底是谁干的？他奶奶的，我要嘎了那家伙。杨家家主有仇必报，心狠手辣，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是实打实的五阶强者。家主，我都查清楚了，那小子名为东心，现在就住在临海市城南区，就连门牌号我都一清二楚，只要您点头，他活不到进风云大学的时候。这个叫东心的小子现在是三阶真血境吗？是的，家主。三阶武者还不到20岁，这种妖孽日后成长起来肯定会对我们造成威胁。杨龙，带上十一剑和龙威手去处理一下吧。一剑四阶武者，一套一柄青灵剑，孤身杀穿一个有三阶强者坐镇的势力。事后爱人被那个势力的残存人员所杀，心灰意冷，改名失忆剑，为了给爱人报仇方才加入杨家。龙威手，四阶武者，精通横练功夫的武者，一双铁掌足以开山炼石，这些年死在他手下的异兽没有100也50之数。收到，我这就去办。慢着，家主，可否换我前往？换你？你确定？不错，我前两日才突破三阶六重，比他杨荣还要高上2重，我去的话把握更大。另外，我是真心想亲手杀了这个废掉我儿的人。行，那就这样决定了，散了吧。音韵啊，你瞧，刚才有个学生在那边眼巴巴的看我，一准是想拜老夫为师，可惜啊，气息还不到三阶，注定是和老夫的门生无缘了。那东星呢，老师？那肯定跟老夫有缘呀，那孩子的潜力绝对杠杠的。你是不知道啊，对战部的那几个老家伙，听说我把仅有的一个保送名额给了一个临海市的武科生，个个都笑我出手太急，老夫都懒得跟他们争辩。30年河东，30年河西，等东西那小子把他们对战部打穿的时候，看那群老东西还能不能笑出来。
确实，我也觉得。怎么，他这次五考表现得很好吗？何止是很好，老师，你听说过有人能在五考上轰出70000的得分吗？我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真的假的？70000？这小子是把烈山的医兽都一锅端了吧？不过这次他把杨家的那对双子星打得够呛，杨家的行事风格都知道，有仇必报，我怕对东星不利，还请老师去趟杨家，稍加警告一二为好。话说回来，东星那小子人呢？他说还有点事情没处理完，过两天再过来。老夫去趟山州市哈，一个五阶初期武者领头的势力找麻烦，找到老夫学生头上。东星这边他还不知道危险已经向他靠近，还在修炼刚从江青竹那拿到的 S 级锤炼法。雪山塑身只用了150秒就将其升至圆满，消耗20000恶行值，再利用剩下的恶行值把修为提升到三阶巅峰，剩下恶行值6000点，只剩下6000点恶行值了，得想点办法多搞点恶行值，尽快提升到死阶。爷爷躺着就行，你放心，那个东西爷爷已经安排好了，由你母亲带着两位四阶门客亲自前去伏杀，他活不了几天了。至于你的伤势，爷爷也会请营上最好的四阶医师为你医治，配合杨家的秘法，说不定3年就能让你痊愈。谢谢爷爷。还有你妹妹杨婉，她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说什么也不出来，也不愿意来见你。可能是被那个东星的手段惊到了，您不用在意，过两天我去看看就好了。五阶武者吗？这气息怎么比我还强？爷爷，这是怎么回事？你在这里不要乱动，我去看看怎么个事。风云大学的师长专程赶来我杨家，不知有何贵干，我们应该没有考上风云大学的族人才对。老夫余翁是东星的导师，亦是风云大学的高级教师。东星的导师来得真天快，风云大学居然对其重视到这种程度吗？原来如此，那您来我杨家有何贵干？这个你心里自然清楚，说起来老夫的听风吟诀以至圆满之境，这是老夫的一门五阶武技，多了不敢说，这杨家大院方圆十里的动静绝对能听得清清楚楚。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几天杨家的四阶武者但凡有一个消失了，莫要怪老夫翻脸不认人。你的做法有些太霸道了吧，就不怕我告到风云大学？你告呗。他丫的死疯子，一旦动心身死，必须立刻通知青翼局，让他们把这个疯子带走。这边林音韵还是放心不下东星一人前往风云大学，所以亲自来解锁。怎么了吗？有杀气。来了来了，双形态东星再次出现，只因杨家嫉妒我实力进展太快，派出了两位四阶武者想将我击杀，这次好像真的遇到毛了。A 级天赋，闹眼天散。不好，一个四阶二重，一个三阶六重，这下麻烦了。你拉我干嘛？赶紧跑呀。没事，能打的。就是你废了我是吧？是的，老太婆，不仅如此，我现在还要猎杀他的马。你说什么？东星直接一个闪现冲到女人面前，本来想一击解决，但突然出现一只强壮威猛的大手，轻松就挡住了东星。随后女人快速移位，给龙背手让出输出空间，而这时金发东星再次出现，龙背手感觉不妙。猎山掌。这怎么可能？你这家伙真的是三阶初级吗？看什么看？你要死了，你知道吗？飘龙震山。这家伙的攻击竟然附带寒气，四肢完全动不了了。我真要死在这了吗？在杨家除了家主没人能跟我硬碰硬的，我竟然被一个三阶初期打败了。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别以为你嘴巴张那么大，我就不揍你。接下来轮到你了。太好了。失忆剑。那位小姑娘想留住性命的话就此离开，我今日只要这位少年的性命。该死，完蛋了，这下真的完蛋了，怎么又来一位死阶武者？我已捏碎银牌，一刻钟之内林海市的执法者就会抵达这里，你不想死的话就此离开。
若是不能唬住对方的话，就只能期望林海市的执法者能来得快些了。还好，虽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但已经击败一位四阶武者。眼前的剑客虽然强大，但自己和东星联手撑住一刻钟应该不算太难。我建议你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待会我会让你一起飞起来。你冷静一点，这个比刚才的气息还要强。别巴巴了，我说了能上。真是狂妄的小子。这真的是三阶初期，竟然能在我手下撑这么多回合，感觉有点不妙。惊魂状态太消耗体力了，继续这样可能真要败。你小子挺能撑，试试我这招。结束了。什么情况？竟然还没死？想让你爷爷死，你还尿了点。什么？断肢重生？妈的，这家伙真是个怪物，没办法了，只能用出那招了。剑问江湖，情意盎然，相思成疾，病入膏肓，一剑斩断尘。你这家伙，这次真把我惹毛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的全力一击。此刻的失忆剑明显能感受到眼前这个男人，在一瞬间就能将他撕碎。我投降，求你别杀我，我被中了血线，若是不听命就会爆体而亡。这么快？你死的会更快。您反复重伤了一位三阶六重的武者，恶行值加5000。您击杀了一位四阶二重的武者，恶行值加12000。您击杀了一位四阶三重的武者，恶行值加13000。你把他们都杀了。不仅是他们，还有你要将我都要灭掉。我终于知道老师为什么会这么重视他了。经常穿越的人一定不要惹到这个人，因为上一个已经被他撕碎，撕碎掉就算了，他把你的魂召回来，但自己是不接下来他准备带上100个武者灭掉杨家。东心，你废了我儿，我杨妹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等着吧，杨家绝对不会就这样放过你，杨家的后人们会前赴后继的找你报仇。什么？你是风云大学核心学员？那你应该知道刺杀核心学员意味着什么。杨妹完全想不到一个保送生竟然能有金徽章，以往的保送生都是只有铜徽，而金徽的权力等同青翼局的副局长，刺杀铜徽罪名顶多算个人恩怨，但是刺杀金徽一下就上升到了一图谋反的级别。原来是要留个活口，事后好上报青翼局，痴心妄想。不好，他想自杀，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快点阻止他。你这是干嘛？你为什么这么傻？知道怕了，完了。想要死也得让我来。你把他杀了，等下青翼局的人来了怎么解释？现在还觉得很难办吗？他为啥能变来变去？根据银牌提示的位置，大概就是这里了。前面有动静，大伙赶紧跟上。异常呢？山州杨家意图祸乱韩夏，麻烦你们联系山州市青翼局，立刻派出局内执法者，先把杨家给围了。祸乱韩夏，包围杨家。虽然杨家很多行为让当地的青翼局颇为不满，但总体上来说还算老实，受潮来袭时也会积极派人帮忙，怎么突然间就要派兵围困了？山州杨家密谋刺杀林海市副局长，意图谋反，祸乱韩夏，人赃俱获，劳烦诸位联系山州市青翼局，帮我把杨家围了，一个都不要放跑。带队老者握着那块象征着身份的金徽，尽管心中很想吐槽一句，你是青翼局副局长，那我是谁？但他知晓此刻事情的紧迫性，而且对方手持风云大学的金徽，也确实和自己地位同等。
我明白了，山州杨家刺杀我临海市青义局副局，人赃俱获，立刻备车送这位副局前往山州。今天天气真好呀。站在主屋前方，杨万峰服下几位司阶舞者的心头血后，配合上杨家秘法，他总算是能下床走路了。都这个点了，母亲差不多也该解决掉那个东西了。哥，你说要解决掉谁？婉儿，你身体恢复了。我听你提到了东心，他怎么了吗？他母亲带了两位上座门客去临海市截杀他，他今天就要死了。母亲疯了吗？万一被他逃掉怎么办？他可是风云大学的精辉。嘘，婉儿，你小点声，爷爷还不知道这件事。疯了，你们都疯了。就在这时，杨婉突然想起东心在烈山顶峰召唤出的异象，一阵后背发凉。我不管你了，我现在就要离开。少爷小姐不好了，青义局那边来了上百位执法者，现在已经把杨家围了，他们要求杨家的人全都出来，家主正在和他们对峙，你们二位快去看看吧。完了，真的完了。两位再有十分钟就能到山州市的杨家了。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按照你的实力应该能进入风云榜前十名，说不定连这届的五帝洗礼都能轮到你。五帝洗礼，这又是什么东西？算是风云大学针对优异舞者的一个大福利了，只有风云榜前十的学生才有资格获得。至于这个机会有多宝贵，这么说吧，就是陈师姐那样性子的人，为了这个名额都争了一手风云榜前十。陈师姐你还没见过，不过没关系，你只需要知道她是个莫得感情的武道妖孽就可以了。那你觉得我实力能排前几呀？前五不好说，但是以你现在的战斗力肯定能进前十，耐心等等就好了。我知道了。到了。你知不知道那个东心是金辉学员？知道。对不起爷爷，是我没把情况说全，连累了您。你他娘的坑爷呀。二位，我刚才也说了，这件事我真的不知情，是那个杨妹自己的主张。我刚才应该也说了，这件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得等东心小友来了再说。好的。说是帮我坐镇杨家，结果放出来两个死阶。老登，你也不行啊！折辱一百多岁的五阶老者，恶行直驾八百。这波是老夫的。您就是那位东心兄弟啊？当真是年轻俊俏，一表人才。不必客气，我是来抄你们家的，这就准备动手。朋友，您遇袭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此前我对这件事当真是一无所知，是您带来的这个杨妹自己的决定，要不这事就算了。杨家给您奉上两份四阶观想法，算是对您的一点补偿，如何？我说了，人赃俱获，你来说说杨家都干了些什么。自杀是家主的主意，除了杨婉，杨家里的所有亲传都知道。杨家还暗地里用山中市平民和门客的心头血为药引，以此修行燃血秘法，死在取血过程中的人要多少有多少。杨家打出有仇必报的名号，就是为了骗取门客来杨家签下血线，日后好将其化作修炼的血泥。杨家意欲乱国，给我全部拿下。凡有抵抗者，格杀勿论。一刻间，杨家上空爆发激烈的打斗场面，如同猛兽之间的较量，充满了狂野的力量和热血。每一次碰撞都像是惊雷炸海，震撼人心。地上也是打斗的高潮迭起，每一次出拳和劈腿都带着决绝和狠辣。他们的目光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的斗志和力量。老邓，外面就先交给您了，我处理完就回来。交给老夫吧。怎么来了这么多轻易局的？这次真的要完蛋了。那个小贼人呢？是不是屏幕前的你偷藏起来了？主人，我知道杨家暗道应该是躲那里了，我带您去。好巧呀，东西，你也是来这里参观的吗？这家伙怎么追到这里来了？东西哥，祖宗，你别过来，我投降，我愿意归顺青义局。撒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你知道什么东西死了还能说话吗？胡劳兵。错了，是你妈。丁当面羞辱山州是杨家大少，恶行直驾三千。主人有何吩咐？不是你来真的呀？这到底是什么天赋异能？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想要杀我吗？杨万峰他就算是个傻子，也在这几次交往中察觉到了对方似乎拥有某种识破谎言的能力，而杨万峰觉得东心是根据面部肌肉和表情变化判断真假，一时间大脑急速运转，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是杨婉，
他对你怀恨在心，非要我帮他报仇。击杀一位二阶八重武者，恶行值加1000。外面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得留点给我呀。那个大魔头终于走了，兄长，下辈子注意点，我真想跟你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回答问题，从我刚到杨家那会开始，就是你一直在偷看我吧？你想干嘛？我想跟在您身边。这并不是谎言，从对方来抄家的那一刻，杨婉的心中就有了这样的想法。这好像也没到春天吧？我是真的想留在你身边，为此我什么都愿意做。那你说说你能做什么？我长得漂亮，可以做你女朋友，天赋也还算不错，只要你愿意，而且日后真心对我好，那我未来一定能帮到你。莫名其妙。杨家大院外，杨家的人大多都已经选择投降，余下的几位上座门客却要为了活命不得不拼命战斗。渔翁这里，那位华贵老者半跪在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身上处处有伤，一条手臂不翼而飞。留着有用之躯，将来斩杀异兽来赚取功绩不好吗？那样你还有活下去的希望。阁下，我最多也不过20年可活了，您是想让我余生都在青翼局当苦力？这样起码你能活。哈，亏你还是风云大学的老师，居然不知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此刻杨家又倒下几位门客，而那八位四阶门客也已被重伤6位，仅有2位还在那神宗市局长的手上苦苦支撑。杨家家主此时非常后悔，只怪自己当初不够狠心，若是再多派几位四阶武者前去围杀那小子，说不定结局还是两说。说起来对方倒是利落得很，上午遭遇刺杀，下午就上门抄家了。那小子做事这般不留情面，你就不怕养出个祸害？这就不劳你费心了，说的好像是老夫的弟子无缘无故杀上你杨家的，难道不是你门下的杀手？是他先废的我孙子杨万峰。得了吧，你那孙子什么德行你心里不清楚，下次想挑拨离间就先看看自己的德行吧。别觉得老夫不敢杀你，若不是想给那些青翼居的同僚减轻点负担，刚才那一下你少的就不只是一条胳膊了。就在这时，杨家最后2位门客也被击败，只剩家主一人。都这样了还不明白吗？我知道了，我投降。算你识相。打完了，打完了，明天你跟着老夫一起回风云大学，以免路上再出意外。好，那老夫先去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臭小子，把我杨家害成这样，老子就是死也要拉你垫背。放肆！算了，给我干掉。龙背手，你这家伙是疯了吗？刚才的一拳怎么没有丝毫打中人的手感？那小子的身上怎么这么多奇怪的东西？东心小友小心，受死吧！来呀，你不是很拽吗？此时杨家家主发现有点不对劲，下意识想抽出手臂，可手臂完全被锁死，根本忙不出来。东心抬起手臂开始蓄力，你要知道平常的三阶武者一拳极限是8000公斤，而双形态东心一拳能砸出3万公斤左右。你剑对疾风吧。东心小友，你没事吧？我滴个乖乖，身体被贯穿了，怎么还能站在这里？放心吧，没事的。检测到您越级击杀一位五阶神府境武者，恶行值加30000。检测到你在山州市全市人民的关注下，成功围剿了山州杨家，恶行值加20000，当前恶行值108000点。而渔翁听到动静连忙跑了过来，就刚好看到东心一拳击杀5阶，还看到东心离谱的治愈天赋。之前交流在老夫倒是知道东心小友具备一项相当强力的自我修复手段，但是这有点强过头了。是老夫的疏忽，年纪大了没想到他会拼死突破禁制。
没关系，警惕性这么差，您年轻的时候多半也不顶用。是老夫对不住你，等明天回了学校，老夫替你争一争这次的武帝洗礼。两位，既然事情解决了，我们就先回青翼局吧。行，走吧。东局，那您先去休息吧，有什么事情喊我就行。好的。 诸位都是青翼局中的精英了，老夫门生的异能，想必不用我多说，也都知道该怎么办吧。此言一出，在场众人的神情皆是凝重了起来，他们都是在韩夏高武界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人精了，自然知道对方担心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在四海诸国的环绕下，韩夏的天才很难成长那件事。这么多年来，每次韩夏的天才被刺杀成功后，不论局势有多困难，官方都会竭力抽调出一位武道宗师前往刺杀报复。不好办。 此行动任务，怕是队长作战纪律上肯定是要如实记载的，记录的上交会经过层层审核，再次期间泄露给部委的概率不能说是100%，百分之90肯定是有的。你还是不明白老夫的意思。阁下，您的门生武道天赋是超自愈这件事，我等实在是不好隐瞒上报，还望见谅。局长从来没见过这么离谱的治愈天赋，要说最强治愈也属于极超自愈，但是明显东星所施展的治愈天赋要比超自愈强上许多，已经超出局长的认知，所以暂定为 A 级顶峰超治愈。老夫理解，劳烦局长了。房间内，东星已经开始下一轮修炼。这次在追杀杨万峰的时候，意外发现 100S 机关想法。 大海潮汐，没错，他有侥幸获得的。当前恶行值108000点 ，S 级观想法，大海潮汐未入门可升级。系统加点，丁，开始消耗恶行值，持续提升 S 级观想法。大海潮汐，你翻开这本在杨家珍藏已久的观想法，一张惊心动魄的观想图映入你的眼帘，你不由得发出赞叹：这观想图画的真牛逼，却并非有任何突破四阶的思路。于是你打算跳过观想图，先看文字部分，却如 如观无字天书那般一头雾水，你结合前世做题的经验，决定遇到看不懂的部分就先跳过。结果2分钟不到就看完了整本观想法，迫于无奈，你只得重新在那张观想图上下功夫。起码这张图你还能看出画的不错。 大海潮汐圆满，副产物海水调令，海水调令，怕水而行，遇水而奔，能够掌控一定范围内的水流涌动，身处汪洋湖泊时，该能力大幅度提升，副产物真气品质大幅度提升，兵勇之间已是具备超大型潮汐的那种恐怖破坏力。评语：此次提升耗费40000点恶行值。 提升幅度相当于你160年的苦修，如此刻苦的磨练下，这份门槛极高的观想法，你已经完全理解了。系统继续，武道等级给我拉满。丁，武道等级提升，你已经入四阶巅峰，此次提升共消耗30000点恶行值，相当于你100余年的苦修，剩余恶行值3800点。这就是四阶巅峰的感觉，牛逼克拉斯！几位都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了，难道东星小友突破四阶了？20岁不到就四阶，史无前例啊！真是英雄出少年，时候不早了，两位也早点休息。行，你们先去休息吧。嗯，小林啊，你看起来很憔悴呀。 您老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都2-3天没合眼了，而且看到了那么多冲击力拉满的画面，憔悴点怎么了？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个三阶武者把2个四阶武者按在地上摩擦，同阶的三阶武者甚至扛不住他一拳，开打之前我还想着护着他一下，结果他那丹气爆发看着都吓人，跟一个四阶武者正面对面，然后把人家硬生生抡死在地上，还有他那个异能天赋，我根本半点都看不懂，反正我就是个小丑。 那我要是跟你说，他今天还震斩了一位重伤的五阶武者，你怎么想？你说什么？林隐隐还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在看到渔翁压制杨家主后，就先来到青翼局了。到时候你带他熟悉一下学校，顺便带他做几个任务。哎呦我的妈！你让我带他做任务，你有没有搞错？怎么了？有问题吗？ 问题大了好吗？人家要接的任务对我来说肯定很危险啊！我去了就是纯纯拖后腿的。这个确实，你到时候带他熟悉学校。至于任务，我就让陈静离带他，你先回去休息吧。明日我们一早便出发。好的，老师。 到风云室了，我们走吧。
等下，你是谁？你是我爹，进去吧。你别笑。好险，校内一共不到20个金徽学生，要是得罪就完蛋了。不知道又是哪里冒出来的神仙。我去趟教务处，汇报一下这次的情况，给东心多申请几道一等学分。你带着东心先安置下来，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我们走吧。你有金牌，按照规矩是有专属的独栋住宅的，我这就带你过去。这不是还没开学吗？刚才怎么见到几个人？大多都是大二大三的学长，趁着暑假也要努力赚取学分。他们去的地方叫紫薇楼，是咱们学校接任务的地方。陈师姐这两天就回来了，到时候由她带你熟悉任务流程。我明白了。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了。那个是什么？东心轻抬下巴，问出了从刚才就一直想问的问题。只见在他视线的前方，一棵巍峨高大的百丈巨树屹立在大地之上，散发着微光的青色树叶在树冠上随风飘荡，看上去美轮美奂。而在其厚重粗壮的树干上，还依附着一座造型古朴的空中阁楼。那是悟道树，算是风云大学最有特色的修行福地了。在树下修炼，虽说不能加快悟道等级的提升，但对武技的参悟却有着很强的辅助效果。你看到它周围修建的阁楼了吧？那都是攻武者修炼的地方，楼层越高效果越好，加上名额有限，还只在白天对外开放，所以里面基本每天都是满的。那我可以去里面看看吗？可以，悟道阁楼大一期间是免费进入的，从大二开始，再想进去就得交学分了。正常修行室只能带两人，不过最上面的阁楼经常出现一个人霸占一个修行室的情况。对了，有两样东西还忘了给你。这是老师托我给你挑的武技，一本是隐蔽气息的辅助武技，一本是赶路的身法武技。谢了。要去悟道阁楼吗？带我去吧。喜欢霸占修行室的坏逼，这下想不去看看都不行了。风云大学悟道阁楼，古典的阁楼造型别样，其中的装潢也是异常精致。宽敞的大厅内人来人往，脸上大多都带着一种匆匆神色。悟道阁楼共五层，如我刚才所说，顶层的效果更好。你顺着楼梯上去，直达五楼，会有专门的接待人员，核验完你的气血水平，就会带你去空闲的房间。我要回去补觉了，要是碰到挑事的人，想动手就动手，咱们学校是提倡切磋的，只要别太过火。我知道了。您好，是要在这里修炼吗？我是大一的学生，请问要怎么样验证实力？好看呐，金色徽章，生面孔，是新的核心学生。东心先生，丹气爆发的动静太大，麻烦您把这块测试水晶拿好。然后呢？然后全力捏它，以三阶武者的握力，只要能捏出一道裂纹。哟，可以了，辛苦您了。这次学校又招了个什么怪物呀？您随我来，我带您去修行室。你也太厉害了，还从没见过能这么轻松捏爆水晶的。大一新生，难怪您能拿到金牌。我们到了，还剩两间修行室，里面都只有一个人，我给您挑了就近的一间。赵兰海先生。傻的马上给我滚。赵兰海先生，这位东心先生是金牌学员，不知道您能不能通融一下。金辉很了不起吗？老子也是金辉，你怎么不让他给我通融一下？金辉很了不起吗？老子也是金辉，你怎么不让他给我通融一下？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抱头教会我一个道理，那就是我全都要，还有一个盲盒在等着自己，不能惊了窝子。我带您去另外一间，实在不好意思，麻烦您跟我这边走。好的。出去，金辉学员很了不起，真心之待，给我滚出去，否则后果自负。你什么都别说了，老子脾气上来了，今天耶稣来了也保不住他，我说的。话音刚落，东星缓缓打开房门，里面竟是一位扎着高马尾的高挑女人。女人准备动手的时候，东星走过来，温柔地将女人抱起，接着直接一步道：哎呀妈呀，好疼，疼死了，受不了了。搞什么，装得那么厉害，结果一腿就不行了，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这人从来不记仇，你们有仇我当场就报了。东京放下话后就消失在修行室内，因为他还有一个人需要去处理。呵，另一个房间的人也把他轰出来了呀，这是觉得人家比我好欺负，所以直接动手了。还以为来了个大的，没想到拉了坨大的，想了两次就没动静了。
就在这时，赵蓝海瞳孔微缩，三阶武者一语不能加，蚊虫不能进级别的过人感知力，让他迅速察觉到了一股正在接近的巨大威胁，心底莫名的涌现出难以遏制的恐惧。一瞬间开启三阶武技钢铁断骨，他整个身躯都泛起金属般的乌光，看上去坚不可摧。赵蓝海身子微弓，双臂横在身前，想挡向那道袭来的身影。你刚才不是笑得很开心吗？来，我允许你再笑一回。你到底是谁？别废话了，给你一枪就老实了。妈的，这人想嘎了我呀！快看，有飞碟！想跑？我的腰子，这以后让我怎么去洗脚？你是四阶天官境武者，赵蓝海的心中惊惧交加，简直要当场碎掉。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天官武者？废话还挺多，可以闭嘴了。接待小姐，麻烦把这条死狗抬走。好，好的。谢了。检测到您当众击败并羞辱风云榜第十四的徐莹，恶行值加3000。检测到您当众击败了风云榜第十二的赵蓝海，恶行值加2000。当前恶行值35800点。本次收益一般，由于少了羞辱环节，赵蓝海的恶行值相对较低。东星花费2000恶行值，将三阶珍品武技随风逐日部拉倒圆满后，金辉突然发来消息，内容是东星之前击杀逃犯和击杀反抗的五阶武者，表现优异，奖励1等学分2、2等学分5。此外，特赐五帝洗礼名额。那老登速度还挺快的。接下来，东星在金辉的藏书阁花费52等学分买了一本五阶珍品武技《冰龙真意》，坐等送货上门。先回院子等五阶武技吧。不到2刻半钟，东星的事迹已经传遍整个风云大学。东星吗？没听说过啊。谁不是？我听到这事的时候表情跟你一样忙。这么说，是大一来的新生啊？真的假的？新生的话会不会太恐怖了？大一就三阶巅峰？谁说三阶巅峰了就不能是四阶天官境？怎么可能？大一就四阶天官的那还是人吗？照你这么说，大一就能打上风云榜的就是人了？那也不是人。很好，得出结论了，这个叫东星的就他妈的是个怪物。好在眼下正值假期，留守在校内的清闲学生没有很多，大多数都忙着做任务赚取学分，所以这个消息并未造成太大的骚动。唯有一周后的新一届五帝洗礼开启时，才能看到他们集体返校齐聚一堂了。